我们家门口修路，然后把网络挖断了。我在家用热点传我的视频，现在已经传最后一步了，这是在 YouTube 上传的。因为用热点，手机特别热，怎么办呢？冻的牛排，然后包起来给手机降温。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我们从平山回来之后，第二天发现这个玻璃裂成这样了。那天在高速上其实是有感觉到有石子崩到了，但是当时并没有裂。待了一天之后，越裂越大，越裂越大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那个奥特曼卡片有什么功能吗？有什么作用吗？可以跟人换。可以跟人换？嗯。那你要多少是多呢？要多少满足呢？你想想啊，有限的啊。嗯。这么厚。就满足了。嗯。满足之后呢？满足之后跟人换呗。啊？跟人换呗。这么多是什么？是有什么作用吗？没有什么东西，就看，就喜欢奥特曼是吗？对，就像喜欢明星的照片一样，对吗？对。太太今天下午就去她妹妹那边去帮忙，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那我就跟这个小孩相依为命了，好吗？好吗？嗯，你告诉我密码。哎，我给你解开。给你个眼神，帮你解开。感觉带这个小孩压力还是挺大的，怎么办？你会配合我吗？会吧。啊？会。会吧。儿子想跟妈妈说点什么？妈妈自己把自己送走，尽量不给组织添麻烦。我应该能赶上飞机，是不是？飞机？啊，赶飞机？要是赶不上呢？妈妈能吃飞机餐，好好。我才不吃呢，如果赶不上，那就尴尬了。不一定有飞机餐，那么晚了，谁给他吃的？太晚了。不会给我吃了。儿子不下来了。儿子在车上呗。安全。来吧。好好听爸爸话啊。哎，看我跟我说话呀。安全。我走了。我看一下你怎么了，你快点。你要那亲我一下。快点，再亲我一下，我走了。妈不怕啊！哎呀，以前都是他送我啊，我也有一次送他了。下来就该我带孩子去学街舞什么的了，交给你了。好，那田野那边交给你了。嗯，拜拜。几点发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马上发了，快点啊，快迟到了。哎呀，感觉刚带他第一次来街舞，独立带他来街舞就已经焦头烂额了。哈尔滨的交通经常会让你有点抓狂。
客人也怕了。就是别忙了，瞎忙啥呀？冠群啊，你的 pub 为什么总是练不好？忘呗。忘是懒还是忘啊？那个明明知道有 pub 很好看，可是就是没有。你看冠群，你写完作业之后。咋的呀？你写完作业之后，你要检查好明天的东西。嗯。好不好？啊。这里有。这个吧。铅笔和橡皮，食指宽，食指宽是不是啊？嗯，食指宽，田字格，嗯，田字格，图钉长大约都是一厘米，对不对？嗯，用手比划，一厘米多长？一厘米，一厘米，对。跟小拇指差不多。看你笔画的接近不接近。我用哪边啊？哎，从那儿。你可以从，你看啊，可以从指肚。我知道。你看啊，你看。你看它是。我知道，你先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大约一厘米。不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你这小指没有，因为你的小指你捏的时候是这里，肚子手拇指肚对食指肚，对不对？大约一厘米。嗯，对，这样不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大约一厘米。然后这是5厘米，食指宽大约一厘米，田字格宽大约一厘米，图钉的长大约一厘米，量比较短的物体可以用厘米做单位，这三句话的用量对，而且可以说不错，这样就是一厘米。